留下来还是我跟你走？真的是跟你走咯。我是做二厨。可是你这样太大块了。怎么会太大块？你刚刚跟我 order 的是两公分啊。他动作没办法那么快，我老妈五分钟就会变出来。我这次旅行一直都没敢提早告诉他。我要挂慢车。那个，我们上路再整。因为从小照顾到大，我离开他，他反而会失去重心。想用行动证明我是可以独立处理我生活的。不是很理想的位置，例如他把我这个绳子留太短。其实你心里在想，我真的能够在后面洗澡、啊、我目前是做专案经理的部分。外面的环境对生态而言就是另外一个丛林。来，砸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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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办理了退休，人生的下半场做一个改变。哎，你好，我要用平台。今年打算考导游。我们这个是第二个这个同样很高的考取。七年都不动了。上上。慢一点，慢一点。哇，终于。